昨天20号晚间，维密大秀在上海登场，前一阔少王思聪也到了现场，不过他却把表演嘉宾认错了。王思聪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张女歌手背影照，相当肯定的写下神秘嘉宾蕾哈娜。过了5分钟后，却发现，这位 Q 毛头不是蕾哈娜，是张靓颖啊！张靓颖今天21号也在微博发文，成功错过班机，自拍一张打发一下无聊时光，幽默的回应王思聪误认蕾哈娜事件。